我觉得肯定是尹正老师啊，尹正老师、潇潇他们俩吧，差不多。像北哥、柯达什么，你看着好像很搞笑，但其实都有点社恐，他们跟我一样。尹正吧，尹正绝对不社恐，他太社牛了，完全不怕生，然后非常的自然，情商高吧，能带动着气氛，特有意思。他也爱玩，声音洪亮。陈廷浩老师说：“哎，尹正这小怪物又过来了，不轻松，不轻松。”他太欢乐了，就是好像要想办法跟上他的欢乐，比较有难度，比演戏难度还大。他非常会，他学音乐的，他的节奏感很好，而且拍跳舞那天，其实尹正生病了，我还担心他会不会状态不好，因为跳舞其实还蛮需要体力的嘛。就没想到哇，一上台就是一个电动小马达这种感觉。其实他身上这种坚持跟李佳辉这个人物非常像，这种执着和坚持。